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拳皇十八 C 实况对战解说。这场比赛一匹的拳王亲王，我是小 C P 尤小稳啊。今天是周五对吧？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啊！这一周一周确实快。看一下这边，尤小稳首发不知火对拳王亲王的小草光速打到一套啊。那这场比赛的规则呢？大家看简介吧，这比较长，我就不赘述了。首发小草对不知火，不知火手里两颗气，好的远近拳单点控制位置，这波是打中乱动啊，毕竟这个荒咬术无法被却反的。前中追波少女轻拳点乱动，来看下一回合格斗游戏啊。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格斗游戏对电竞项目或者说电子竞技对吧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。很多你像电竞现在的概念也好，或者说一些衍生出来的机制也好，都是有格斗游戏的影子的，比如说取消啊比如说僵直啊对吧，都很重要啊。看一下拳王之王，这一下空投坏了，这波被无伤带走，虽说掉了一点血，但是能回满没了。来看下一回合吧，看一下拳王之王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八神啊。这局小稳是两主一位啊，但是如果这局他赢了的话，就会变成一主两位。爪之这下百合折起手没有问题，反手挥发其原因再挥发三式。拳王亲王最近的这个状态确实不错啊，是吧？拳王亲王还有杨神这两位顶级高手啊，最近好像一直是如日中天，是吧？一直在秀啊。这下先笑一条百合折被 LP 地仇，升龙取消波动，那这波没了。哎，还行，还好不在板边跳 CD 高打低，前大影跳 CD 就是赌命。这下如果是尤小稳这边的不知火没有起跳，那落地直接一个站 C 或者下行脚就能确反，再不济也是一个普通头。看一下小稳这边的镇元斋啊，又直接暴气被前冲一个站 C 出康一个波。老头子打八神，哎，哇，后跳重拳坏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前大影跳重拳还是得中正向中断，可以。拳王这边也是不信邪的，对吧？你个镇元斋怎么能打掉我呢？来看一下升龙法智，这波不要省气啊，省气会非常危险的。八智女，哎，不接八智女吗？坏了，你头铁，那小稳直接抓 C 头啊，这个 C 头很致命的，没法拆啊，这也是镇元斋在98 C 里最强势的一点啊。倒也不是说没法拆，而是怎样呢？而是说，你必须得吃两波伤害。它就有点像猴子的 C 头一样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秒拆的，你必须得吃点伤害。但这一点伤害呢，在98 C 里是可以取消后续连段的啊，基本就是稳定指令头了，吧？我觉得这一点跟八神的谢风其实差不了太多啊。看一下升龙对空，空中跳 CD 再取消升龙。哦哟，那看起来尤小稳这一局是三问谁角色，那上一局应该是一主两问啊。一主两问的话，他就会。对吧，运气比较好吧，可能随机到不知火了。看一下前冲却反一波，来吧，这手蒸汽拳怼过去，再来敲大背，再接一波暗黑地狱级的落。小稳这边连段也是非常稳啊，嗯，漂亮，爆摔再招，再跟头稳。来看一下拳王这边日发出场的小草啊，看一下这边小草怎么想。小草打七加射，拳脚方面的话，这七加射小优势。下臂单点对侧日踢前跳落点，哦哟，无视怼过去，但是一套还是收不掉。下击对侧一劈后跳奈落落，位置小稳还剩一丝血，基本就没戏了。小跳轻脚正逆则的一方面，还有可能是普通头啊，确实也只能去猜。看一下小稳这边的镇元斋啊，老爷子。前冲点下盘对侧一劈前小跳奈落落，但是连段失误，毕竟是主力打随机，但是这手裸 AP 躲开一劈的鹤山以后，并且反制空中跳 CD 再取消升龙，落地下下拳，哎，没有下下拳没关系，后跳 CD 前跳 CD 又连上，天老爷有小稳，这镇元斋太华丽了吧。拳王今天是感觉要被制裁了呀。最后一个手底暴走八神，哎，哦呦，这下暴气，虽然说连段失误，但是没关系，又是一个大升龙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拳王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葵花没有继续连断？很奇怪，没关系，大跳百合折，来 max 八士女，这波应该是可以直接收掉啊，也没有必要省资源，对吧？
反手横跨秦月英，再给一颗星，哎，手里资源还是非常多的。再加上尤小稳这一局呢是三问啊，来吧，看一下小稳这局怎么讲。小草手底呀、啊，这是拳王之王的主力呀、啊，对吧？拳王之王是98C的最强小草，小稳这一局还是比较危险的哟，对吧？虽然不至于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但是至少拳王之王对小草来讲是非常熟悉的。好喝斋对策一匹前小影跳清泉，那这样的话除了图跟上 Max 无视一匹只能交出强反，就是在信呢。再来地波解封，来吧反手葵花秦月音反毒日泽呀，还小跳 C 正向呢，这波巨伤，但是很明显是一套带不走的。反中日泽百合折，哎，一颗 CD 果断交，不给进攻，不给压制，小跳轻巧直接被解封，漂亮。哎，拳王君王还是太懂小草了呀，哎，尤小稳只能交出强反，一颗 CD 交出来，看一下 CD 爪子，反手葵花三式，这波回收资源的同时反中日泽呀，但是小草这手下轻巧还有鹤斋要防一下，好的，原地两次小跳没有选择百合折，而是选择战轻巧做日劈的底板，这下确实又够帅，一把火直接烧掉，比分持平，双方赛点争夺战。来吧，看一下尤小稳这局怎么讲。两边现在是两主一问对一主两问啊，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，是吧？这场比赛的规则就是你赢了一局，那你选的主力要少一个，随机要多一个啊。你输了的话就反过来，是吧？看一下小稳这一下手花不知火打头阵，好的，单行圈原点单点确认，那这局拳王之王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哎，还随机到小草，花篮怼过去一套倒是收不掉，哦，有撩脚怼过去，反边起身也只能回收资源了吧，提满两颗气也差不多了，好的，地头过来怎么讲，大跳重腿后一臂想骗升龙，但是没骗出来，高跳是一波逆向对策而 p 的下重拳，有说法吗拳王君王，哦呦，还真别说啊，给一颗气，反边还能再给一颗啊，没有问题，拳王君王看来要用这个沙尔美要换掉这个不知火了，怎么想一丝血原武 C 控制位置啊，不亏不亏，血赚血赚啊，这就好比田忌赛马呀，对吧？对手一个上等马被你下等马拖了半天，体力消耗殆尽了，看一下拳王君王这边的小草登场，一颗气没有，但是这种嗯，但是你这个升龙有点突兀了啊，有点不礼貌了，这下反揍一波，两个超逼杀人风，逼杀人风再取消，再取消花篮，漂亮，小稳这边三颗气悉数倾泻而下，这波要一套带走，再花篮，刘小稳是不惜消耗全部的资源也得拉回比赛的这个差距啊，对吧？不然给小草机会这个不知火肯定是没了的，你不用想，看一下花神要反三好解封走，葵花三是给一颗气，反手的话应该还能再集一颗气啊，地波解封葵花秦月音差不多，看给不给气，不给啊，留气没有问题，可以理解，对吧？毕竟有强反跳清泉连跳进攻，好新生龙打乱斗，不管你动不动，这一下只要摸中你，你就得被烧死，对吧？毕竟你血量实在太少了，防不住的。看一下小稳这边，好的，大葵花过波，反应速度好快。你像这一下的话，打所有的中段波基本都是有效的。八神只要反应够快，大葵花的启动无敌针呢是能躲开这个波动的飞行道具的。看一下，当然了，地面的波是不行的，这中段波。来反手，葵花秦月音，拳王君王这波反应速度确实够亮啊！你像这种大葵花过波啊，我在九七里见何时打包王见的最多，对吧？八神打包子的时候，包子基本是一点脾气没有啊。无伤收掉，拳王君王用一个反应速度直接秒掉对手。你像这种顶级高手的对决，对吧？即使你这么近距离发波，对手来不及跳，你也不是100%安全的，对吧？还是要小心啊，八神资源优势，好跳击单点确认，一匹只能强反，拳王君王这下强反反得很到位，但是对于小稳来讲完全可以接受，对吧？两颗气换你一个强反不亏的，好的，下比赛升龙首刀，
哎，好痛，呆死我了！天哪，这伤害刚刚好啊，比分1-2。来看下一局。这一局确实打得非常不错。你看这局小稳又是变成一主两问了。哎，你赢了变成一主两问，你输了你变成两主一问。啊，以此类推，对吧？如果你连输三局，你直接变成三主一问啊。这个三主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小跳轻，小强转，这下打出不可防御的效果。空中三连跳 CD， 这小草开始爆发了，开帽腿怼下来，晕点非常高啊。虽然说再择一套不晕也死了，但是这晕点确实还是有的。好的，罗一碧被逮到，这下罗一碧有点急了。升龙取消，马力爆裂摇摆，走，热力疯狂，马力支持过。罗莉有没有一颗气啊？有的，给个台风吧，秒掉。小草这边可惜了，今天感觉没有什么发挥啊，被小稳这边限制的非常死啊。看一下球王帝王的拉尔夫，好的跳踢过来，落地指定头，大跳过来，哎，大跳虚晃，让对手以为自己要压正逆则的中段，结果是一波追 AB。 看清小对策，一倍的 AB 后摇起身，马力支持过，还能再给一颗气，看一下给不给。哎，这下又是虚晃，好，六 A 倒地没了。哎，但是马力支出过没连上，距离好像有点太近了。马力这边还是求稳，来看一下拳王新王这边那儿，哎呦，星杀一波星爆。嗯，这下跟个地头，但是也带不走啊。哎，这是拉尔夫非常难受的一点啊，追地手段不足。哎，这个升龙，但是对于小稳来讲已经非常赚了。看一下日发出场的龙二吧。这局小稳虽然说是一主两问，但是我觉得跟三主力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对吧？这三个角色你只要完全黄你都会用，对吧？除非你就玩一两局啊，你要只要是玩一两个月基本都有所涉猎，因为这两个角色都不弱呀。好的，超杀再怼过去，拉尔夫这一局要扳回劣势。我的天，老爷暴气一套秒，行，好吧，这龙儿感觉今天是出门没看黄历啊，遇到这个愣头青了，是吧？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。哦，跳击带入啊，但是没有带入像样的伤害啊。好，宇宙幻影者一拳怼过去，伤害强反交出来也打全了。田中钻荡漂亮，这下拳王，拳王有够帅，但是奈何拉尔夫的追地手段不够多呀，这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，对吧？如果像科达克那种有指定头超杀，那追地就比较舒服了，但没有指定头超杀，这是一个硬伤啊。来看下一回合，看一下拳王，拳王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八神。哦，莲娜资源不多，但是制空拳还是掌握的非常的好，下皮两点唯一次新剧。投地想空，八神这边好的延迟 C 头，对策 RP 的占地，应该莲娜想地头啊，但这个占地是没道理的，还有不像是八神的占地，对吧？背踢后跳，空中只能强反，小文这边强反还在手里，小跳百合着 RP 后 AB 拉开距离，但是还是被地头。小跳虚晃想泄风，但是 RP 的 AB 变成一个波，坏了，这个串照太致命了呀。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小稳还是不稳啊，精彩啊。